好，各位同学啊，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绍的啊，就是雷万来教授啊。雷万来教授是我留学日本的时候的啊，日本明治大学的同学啊。大家我先介绍一下日本明治大学啊。日本明治大学是在日本明治时代成立的啊，所以就有明治这两个字啊。当时成立的时候叫明治法律学校，大家一听就知道它是啊。他的强项就是他的法律啊，哈。然后那个日本的第一位女法官也是明治大学毕业的。然后这个雷万来教授呢，曾经当过台北大学的司法系的系主任，而且如果要考那个律师啊，哈，等高考那个民事诉讼法几年前的题目啊，大部分都是我们雷教授出的呢。听说他题目还很不好回答哈，我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啊，那个，所以他在这个雷教授在民事诉讼法这方面是相当权威啊。那我们呢？他现在啊还没有提到现在，他现在他到去年为止还是侨光科技大学的，应该是社人社院，人科院啊，人科院的院长。啊，今年呢，听说他已经又高升啊，是当大学的监察人啊，大概是跟董事差不多地位了啊。不过相对责任也重大啊。然后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也是关于民事诉讼法方面的题目。那我相信我们雷教授会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来介绍啊。而且大家知道，这个法律不是说只背诵条文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也不能够介绍什么。重要条文啊，最主要是要了解法律的思考方式啊，这个是才是很重要啊。那我们目前我们这个经典讲座，基本上是好像是文学艺术的比较多，还有请企业家来演讲，或者是政治方面的啊，的人来演讲。那我们今天很难得是讲法律方面的啊，那我想，今天。雷教授的这场演讲刚好是我们今天讲座的压轴啊，希望应该是会很精彩啊。那我们现在就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雷教授。好，谢谢杨教授。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正如刚才杨教授介绍的，我是雷万来。对，网络上对我的评语不太好，因为我出的题目很让人家头大。一直到现在为止，好像我民国75年出的高考民法试题，好像某个补习班还空白，没有写答案在上面。他们又不写信来问我答案是什么。大家不要误以为，这么难题目没有人回答，还是有人。现在我们国家考试差不多出四题，一题就是配分25分。我曾经改过最高分的是24分。在这边顺便透露给你们听，点试委员并不想为难学生，一旦发现学生有达到这么好的卷子，你知道吗？传阅，就传给其他老师看，你看看有这么优秀的学生，好高兴的发现到这么优秀的学生，是这样的心情哦。这个大概如果有志于国家考试的人，在这里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资讯，就是说，点试委员不是在为难同学，是要考人才。好，这些都是闲话哈。我们今天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好，我们讲到举证责任的分配，我们想，我们有一个谚语哈，读法律你都知道，就是举证责任之所在，就是败诉之所在。我们打官司都要证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不一样。刑事诉讼呢，是由检察官来提出证据，证明你有罪。好，法官是当中间者来判断。那被告他不需要证明他无罪。被告不需要证明他无罪，这是刑事诉讼。哦，前几天不是有检察官在那边抗议吗？向
最高法院抗议吗？真正抗议内容我不知道，这也就是我们的检察官不会行销。不过据我初步了解，他是反对我们现在最高法院说法官不需要去找证据。没有错啊，你当裁判就当球员怎么可以？检察官你本来就有义务对被告有没有罪，你应该有罪你要拿出证据来啊，不能等法官去调查，法官自己来判断是非，怎么可以调查证据呢？所以我们那个检察官白跪了，大家不要讲我讲的。好，我们再回头来，我们讲民事诉讼。所谓民事诉讼呢，都是有关私人的财产，好，私人的财产或者是身份关系，这些都是民事诉讼，都是民事诉讼。当然，我们现在的选举诉讼也是用民事诉讼程序。所以记得吗？那个时候你们还很年轻哦，还很小。那个陈水扁当选有效无效的诉讼有没有？那是标准的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结果有没有结果？没有结果。为什么没有结果？因为你不能证明阿扁那个枪是他自己自导自演的。你一定要证明人家，你说阿扁自导自演，你只要证明他，没有办法证明啊，没有办法证明怎么办？当然就败诉了。哦，为什么败诉？就是这样，因为不能证明。好，接下来我要讲举证责任的分配，再讲一些例子让你们印象更深刻。我想大家闽南话都听得懂吧，我不是用闽南话讲课，我是要举一句闽南话。你知道有些丈夫很无聊，喝完酒以后就打老婆，对不对？为什么打老婆？你 talking 呀，对不对？你 talking 呀，老婆说我没有，你证明你没有。你像他要怎么证明他没有 talking 呀？没有办法证明。所以你就知道举证责任是要公平的分配的，如果分配错的话你就麻烦了。如果你分配叫他老婆去证明他没有去外遇，你说 他如何证明？同学们，你们想想看，你们脚踏车丢掉，在校门口抓，随便抓一个国中生，哎，小鬼，昨天我脚踏车丢掉是你偷的啊？没有啊，我没有偷，你证明你没有偷，你看可以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啊。所以这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啊，分配不对的地方就麻烦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慢慢的谈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我要透过这种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顺便来跟各位介绍我们法律的构造。好，法律的构造是怎么样？在讲到法律构造之前，我想大家都会用三段论法吧，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嘛，对不对？我们要推理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就是三段论法嘛，就是三段论法，对不对？假设有大命题吧，我们有个大命题，因为下了雨以后地一定会湿，这是大前提。现在一个事实，现在事实地湿了，结论怎么样？所以昨天晚上下了大雨，就这样三段论法来推嘛。好，我们有三段论法来推，那现在我们假设，好，我们看看，我们按照民法第184条第一项的前段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这是整个条文的规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这是构成要件，这是事实嘛？这种事实呢，是法律事实，是法律所规定的事实，是法律所规定的事实。等一下我要再说明，这是法律规定的事实哦。好，因为有这种事实会怎么样呢？损害赔偿就是法律效果。好，我这个代号不是随便叫的哈，因为那个法律事实是 Tatzen 哈，德文啊，那个法律效果是 Recht 哈，那个是德语哈，大家将来要利用这个符号是要知道它来源啊。我想读商管的同学，你看到那个有没有英文本的那个模式有没有？它每个 A B C D 的代价，那都有意思的哈，这个也是有意思哈。好。所以我们讲按照三段论法来看，如果有 T 的事实，
就会 R 出来，法律效果就出来了。那么我们讲 S 是什么？是具体的事实。具体的事实就是说，这个譬如说骑摩托车撞到人，这种具体事实，这是 S。 好，这具体事实，对不起，这个 S 我没有把它缩变小写，应该是小写的，好，没关系的。那 S 是事实，具体事实。这个时候我们要三段论法，一定要怎么样？你看这个 S 和 T 和 R 都没有关系嘛，所以你在推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而且 T 包含 S 嘛，才会构成，就 T 有 T 就会 R， 而且 S 存在，但是怎么样呢？ T 包含 S， 所以这个时候结果 R 就存在，法律效果就出来。这是一般法律系老师也好，一般其他反正教理哲学的老师也好，这种三段论法很容易就弄出来了。但是问题是，这个三段论法在我们当法官要做审判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当然他要判断 T 等于有了 T 就会 R， 这个法律构造存在。不止这样，还有 T 包含 S， 还有因为有 S 存在是 R 出来。其实当法官在判断的时候用这种公式呢，是没有什么大的意义的。为什么没有大意义？请问那个 R 是代表什么？ R 代表什么？是负损害赔偿。我知道负损害赔偿啊，就我要赔多少，要赔多少钱的问题啊，对不对？要赔多少钱的问题啊。我记得以前我在当预备军官的时候，因为我早期在还没有大学毕业就考上军法官，所以去当兵的时候就比较轻松，就当军法官了，服预备军官役就当军法官。我记得我在一个指挥部那边去，一个人在那边当军法官。我部队里面有一个阿兵哥，一个老士官，被那高雄客运稍微碰了一下，啪在地上。好了，高雄客运的司机呢撞到军人不得了，赶快把他抱上车，就再到那个凤山有一家军医院，到那去住院去了。好，部队就不得了，那个老士官哈、不得了了。然后师长就叫我去，说小军法，你过去看看吧，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去看啊，问他怎么回事？你看看，军法官，你帮我做主。我说我要怎么跟你做主啊？要赔啊，要赔多少？你知道那时候我少尉军官一个月领600块。他像人家要赔人家要这样赔多少？没有10万也要8万，知道吗？就赔钱嘛。我没有10万也要8万，就是当事人去要求损害赔偿8万10万嘛。这个决定不是 R 不能表现出来，对不对？比如说，人家你走在马路上不小心被摩托车咚撞了一下，受伤了，赔啊，要赔啊，对，我赔你啊。那时候是 R 啊，我承认我要赔你啊。现在问题要赔多少钱的问题啊？所以这一个公式，这种三段论法不能作用，所以我们法律上构造是这样，到这个构造里面呢，都是抽象的。好，这个时候，我们的 T， 现在我们要考量，需要举证的都是 T 这个事实 ，S 存在不存在，而不是证明 T， 而是证明 S 存在不存在。S 是具体的事实，是具体的事，他有没有故意，我有没有摩托车，骑摩托车有没有撞到你？好，还有他的心态是故意还过失，有没有故意或过失？这问题，这具体的 S， 究竟有没有故意过失是 T 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法律条文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表 T 和 S 的包含关系非常清楚。非常清楚，马上就知道。好，马上就知道，马上就知道呢，那很简单。譬如说我刚刚讲到骑摩托车撞到人，请问有没有故意，有没有过失？不敢说你有故意，最起码有过失。注意哦，民事上损害赔偿故意和过失它差不多，它损害赔偿不会比较多，因为故意会比较多，故意过失都一样多。因为损害赔偿是填补损害，是填补损害，
故意过失都一样，我不小心了，不小心也是要赔。哎，了不起就是说鱼有过失，你也有过失，它会减少一点而已，但是都一样赔啊。所以我们讲故意过失碰在一起。好了，骑摩托车撞到人有没有故意过失？好，我们一般人都知道那是有故意过失，那是属于故意过失。因此，这个小 S 是骑摩托车撞伤人，小 S 是小 S， 这是事实，具体的事实。那个 T 抽象是指故意过失，它是不是被它包含了？是被 T 所包含了。所以一般的法律要解释这个，通常都很容易这样解释过来。都通很容易，但是还有一种法律的规定的要件呢，构成要件呢，这样解释不过来，它必须要透过另外一种概念，就是 H， 来透过它的运作才能够解释出来的，才能解释出来。譬如说什么呢？嘿，我很早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记得是屏东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女性的。还有一个是高雄地方法院的法官，他老公，他老公呢很嚣张，你养小三也就罢了，偷偷摸摸的养嘛，他不是啊，他还请客，请了十桌，大开宴席，请了十桌。好了，你想想看，他老婆本身就检察官，内行得很，马上就告他重婚罪。因为他和他已经有结婚了，你又结婚了，所以重婚了，所以重婚罪是很重的啊，这不是小事啊，是重婚罪啊。好，他就告他重婚罪，他老公就说，我什么时候重婚？重婚一定要前面有效的婚姻存在，后面再来一个结婚才算嘛。我后面我没有结婚啊，这有啊，你请客啦，我请客什么时候都请客，怎么算是我结婚？哦。他老婆很聪明，当天当然有照相了，就把那个相片铺了红桌，红布的桌布。那个时代已经很那个，上面还摆了龙凤的霓虹灯啊。那个年代，我读大学年代，这样已经算是很嚣掰了啊。有龙凤的霓虹灯摆在上面，还有红的喜烛插在那边一对，还有那个新娘子呢。头上还插的花，那个相片，他便说那个不是，我没有说我要结婚，我没有说我们两个结婚，也没有证婚人，也没有行我们现在讲的新娘对拜，什么都没有。他说不算。好，算不算呢？他老婆呢就申请法院把这个照片送给台，以前他是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请他鉴定，因为文献委员会最清楚嘛。这个再按照台湾的习俗算不算结婚嘛？结果文献委员会说，按照这样说，上面有龙凤的霓虹灯，有一对喜烛，新娘插的花，红台布，那是结婚了。因为台湾人的习惯，在那个时代，现在你们年轻人都会讲，哎呀，今天我和某某小姐结婚典礼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会喜帖上都会写这样，还有公开的这么讲，我那个。不要说我读大学时代，就是我结婚的时代也不会这样啊，都是让人家安排啊，哪有新郎新娘说结婚的，对不对？在乡下就请了，就是这样，所以文献委员会说那是结婚了。好了，请问这位法官有没有重婚？算重婚。好，现在就重婚那个意义，我们就不可能用 T 包含 S 来解决，一定要透过 H， 按照什么风俗习惯来解释吧。当然我这个 H 代表是风俗习惯，不一定哦，有很多经过其他的方式来解释它成立。这是一种的 T 是不是包含 S， 它还要透过其他的来解释。还有一种我们法律上规定的构成要件，它的解释呢并不是这样，它要用这种利用对类推适用的，因为这一种社会行为法律没有规定，我们必须把相类似的法律规定把它推定来适用。就好像我们在民法还没有修正前的标会，你们知道标会吗？台湾到处都有标会啊，对不对？哦，台湾的会标到哪去？标到日本去。你到日本去看那个台医的日本人，哈，
他们在一起有半个月开一次标，有十个月十哎半个月开，有的是十天开一次标的。这个标会文化传到日本去，对不起，日本本身也有标会，但日本的标会和我们的标会方法不一样，它现在已经没有了。好，讲标会，那个标会如果大家按照规矩来做也就罢了，对不对？但是常常会倒会啊，一旦倒会的话，那个会头和会首和已经标会的会员，还有和没有标会的人的关系，法律关系究竟怎么样，要适用什么法律？在我们新的民法还没修订之前，我们最高法院它的判例是类推适用消费借贷，就是借钱。当然我们现在有法律上另外明文规定了，另外明文规定标会那一节的。好，以前没有，就是类推适用消费借贷，就是借钱金钱或是借可代替物，用这个法律规定。好，用这个法律规定，好，用这个来适用，所以这个去类推还能够适用判别。而因此你就知道，光是他要解释 T 包含不包含 S， 这个就要大费周章。这个好，接下来好，刚才讲到还有个问题，具体的请求要赔多少？没有十万也要八万，对不对？那个十万八万那是什么？那是具体的赔啊，当然赔你啊，对不对？我撞到你，我不对嘛，我赔你嘛。但是你总要讲个价码出来啊，具体请求什么？就是 R 小 R。 好，我刚才讲到考量到他们三个的包含关系不同的方法，所以我用最大公约数，用这一种符号。好，用这种符号。好，记得我刚才讲到，你看看是用这种符号嘛，哈。所以我现在用最大公约数可以吧，你们大家同意吧。好，用最大公约数来做。好，那你看看，那现在呢有一个事实，现在有某一个人被人家骑摩托车撞伤了，他准备请求损害赔偿多少钱？20万。为什么？因为他被伤害，他被撞伤了，他被撞伤了。那这个时候凭什么他现在会对法院讲，对法官讲，某甲撞伤了我，我伤了很重，我治疗还有营养费，还有好几天不能工作，总共加起来我要的是15万。哦，脚撞坏了，我要15万赔偿，15万。好，他请求赔偿15万是这个。为什么？因为他撞伤了我的脚，所以要赔偿。那依据什么？依据刚才讲的民法184条规定，因故意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之责。就这样。好，我现在只是举例哦，实际上摩托车撞到人不需要证明故意过失哦。为什么？我们民法新定的民法191条之一，船证动力车辆撞到人就要赔，除非你能证明你没有过失，除非你能证明你自己没有过失。大家骑车子骑摩托车开车要小心哦，我告诉你，你经过你想，我经过干道那个巷子口，他突然间蹦跑出来，我怎么知道？哎，你错了，因为你有注意义务。你既然有注意义务，你就有回避危险发生的义务，所以你只要看到前面有巷子有十字路口，你就应该减速慢行，随时准备有人骑脚踏车蹦出来，随时可刹车，如果撞到几乎你都要赔了。所以那个动力车辆，动力，所谓动力车辆包括内燃机外燃机电动机通通算，有没有牌照没有关系啊，你不要以为那个代步车有没有撞到人没有关系，嘿嘿，还是一样有关系啊。脚踏车撞到人就不是动力车辆了，骑那个三轮车有没有，那就不算了，这动力车辆。好，这些反正撞到人，所以要小心，决定要小心，随时都要小心。像我在台中的那个红绿灯仅供参考，所以我这个
读法律人很怕，台中的是仅供参考，还有台中的那个赛跑都没有规矩，为什么？你知道我们要赛跑起跑有没有？大家在起跑线上，不是台中人不喜欢在起跑线，他一定要走到前面去，走到前面去，所以走到前面去呢，会有时候影响到转弯车没办法过，可能。但我因为这样子会很小心，所以我在台中常常被撞，我的车子常被撞，摩托车撞前面。我要到桥光去上课啊，常常被撞，被撞我先问他哪个学校的，因为有可能有桥光也有逢甲，哪个学校的？桥光的，看我是谁，看到啊，以后注意哦。看到逢甲下来，你是逢甲哪一班的？你老师是谁？我跟你老师要钱，他们吓得发抖，开玩笑的，走，因为我保全险，所以都是保险公司赔。什么叫全险？不明人物弄伤也可以赔。好，当然在台中常常这样，我很小心，我就是被撞，没去撞人。还有，我的车后面常常被撞，咚一下，常常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那么兴，对我的车子尾巴那么有兴趣，常常咚一下，然后撞到了我就下来。注意哦，有车祸的时候一定要，你不要这样没事走了，不可以哦。小心保护自己，我怎么样都要下来。后面车子说啊，不安怎啊，叫警察来，要等那么久。好了，你要赔多少？我拿3000块给你了，就这样，我3000块给你了，给你赔了。你们拿不拿？我不拿。啊，你这样拿呢？我说 等警察来，因为我后面有那个防撞的那个红外感应的，有没有？热感应的，红外线感应的。一定被撞坏了，那一修理10000多块啊，怎么只有3000块？所以我决定等他来，等警察来，常常这样。我常常在中港路边咚后面撞一下。你说老师你一定开很慢，错了，等红灯啊。我在等红灯的时候，他咚撞上来啊。好，顺便跟你们讲哦，万一发生这个事情，只有等警察来划线。当然现在的警察对交通事故比较有概念，在早在10年前叫警察划线的，他会划把南北划错。你知道南北划错会怎么样吗？本来没有责任变成有责任，知道吗？因为变成你逆向行驶嘛。你们马上笑，还是交大的同学比较有概念。我在桥光讲他们还听不懂啊，跟他们讲还不知道好笑。南北划错了就会变怎么样？逆向行驶嘛，不是吗？就是我曾经因为这种事情被云林的，因为我那时我还在台北大学法律服务社在帮民众解决免费法律服务，就有人特地写信来说他求助无门，他在乡间的道路上被汽车撞了，结果建立那个那个鉴定单位说是他的责任，他自己要责任，他被人家撞断了腿，骑摩托车被轿车撞断了腿，逆向行驶的轿车撞断了腿，他还不能要赔，还要赔人家。他说有天理吗？我看这个信也写的歪歪斜斜的，就知道他受教育不高，蛮可怜的。我说他留电话，我打电话过去跟他讲，我说我去跟你看看。结果我过去看了，还好，那警察都还喷漆喷在那上面。结果喷漆和纸上的东西刚好南北相反，是云林县的，刚好南北相反，我就把这个像照起来，通通的，我告诉他你去声明异议。结果再来查一次，果然是弄错了。那个警察是很用功，10年前，现在不会了，现在警察都已经训练过了，所以你们看看交通警察量的有没有？他现在都不用皮尺的，你看用车轮子嘟过去就好了。哎，比以前进步太多了，现在他们都有概念了。以前真的曾经发生过，你们要小心，这个万一发生的这事故，不幸的事故发生，决定不要去动，按照原来的条摆在那边，等警察来量责任是谁就很清楚了。好，继续，我们刚才讲到现在人家向法院要求是什么，当我们在写状纸
状子前面请求法院如何判决，一定会怎么？你的请求是什么？就是因为某甲某年某月某日开车撞伤了我，造成我的损害多少，损害在哪里，这具体的事实嘛。所以我要求赔偿新台币20万。为什么？因为依据民法第184条规定，因故意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不责，负损害赔偿之责，就是这样。好，再接下来，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法院要判定的时候，法院就要解释啊，看你讲的对不对啊。这个因故意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是不是已经包含了开车撞伤的人在里面？他要求的这些钱对不对？哦，是不包含？好，他觉得包含了以后，就考量到什么？考量到这个 S 存在不存在？这个 S 是具体的事实，这事实如果存在的话，当然这个他的要求啊，小二了就存在，他要求损害赔偿20万就对的。如果这个 S 不存在，法院这个没有这回事，好，这个请求赔偿20万呢就不会存在，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问题是，天下间的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请问法官会不会说，哈，你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时候怎么办？若 S 真伪不明，真的假的都搞不清楚了，好，真的假的都搞不清楚，这时候该怎么处理？法院没有办法判定究竟二楼会不会出现，小二楼会不会出现，究竟会不会出现，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他也不能判断。但是我们法律规定，法院不能说，哎，你们讲的我搞不清楚啊，所以我不能判了，回去，我没有办法办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办法判了，可以不可以这样？不可以，法院一定要给人家一个是非曲直嘛。好，法院一定要给你是非曲直，那怎么判？随便乱判可以吗？掷骰子可以吗？不可以啊，对不对？如果法院这样判了，那法院不会被人家轰走了，法官都被轰走了，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靠举证责任的分配。你自己主张这种法律效果，当然就法律的构成要件事实，你不只要主张，你还要举证，还证明它存在或者不存在，你要证明它，你要负举证之责。好，那么如果你双两造当事人都没有办法让我法官获得新证，什么新证？确实的新证，有或是没有，有确实的新证。好，他如果没有办法获得的话，那怎么办？那只好就不能适用法律了嘛，不能适用，就是你当事人所主张的，刚才讲大 T 等于大 R， 包含了小 S， 就是等于小 R， 没有办法适用这个法律，没有这个办法适用这个法律的话呢，那只好驳回你嘛，判你败诉判决嘛，就驳回你的诉讼啊。好，就给这负举证责任的依照当事人这个得到败诉的判决嘛。好，我们很有趣哈，在公开场所不要举名字的哈，你们不知道记得不记得，有一次有一个J 的哈，J 的他的名字的大写是 J 的哈，好 ，J 的他带了一个小女生，大概有10岁的小女生，去到法院去告，要告什么？告一个姓前面一个是 W 的哈，那位有钱人哈，说要确认这个孩子是不是他生的。当时报纸不登了好久吗？媒体追了很久。哦，我没有想到你们还是非常young哦，老师们就应该很有印象吧。不有印象吧，那一位很有钱人的少爷，有哈，去确认，要去确认，要去有没有要去验 DNA 嘛？
结果法院有没有受理？没有。哦，没有。为什么没有受理？法院有没有偏颇？不是。现在问题是，那个 J 那个小姐哈，带着十岁的小女生要去验，对不对？法院现在问了，她和你什么关系？我们一般人都跳脱了那逻辑思考，什么逻辑思考？因为这个 J 的女性生那个十岁的小女生，当然是绰绰有余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十岁还是六岁忘记了？她带着她去验，你马上就会下意识就会看，就会认为什么？这个一定是她生的嘛，一定是她女儿嘛。但是在法院上，你一定要说那是谁，和你什么关系？和你没有关系，你替他找生父干嘛？你有什么利益？你有没有法律上利益？没有嘛，你没有诉讼利益嘛，所以法院就不受理嘛。所以因此你记得吗？老师们，你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你会发现那个 W 先生有没有？那 W 先生老行宰宰，由你去搞去，他理都不理。为什么？他有律师啊，他知道律师告诉他让他去闹去。而这位 J 小姐呢，想用她知道可能这个孩子是她生的，但是不是这个孩子妈妈带出来，而是 J 小姐带出来，这没有用。又说这个不能告，好，就叫做没有诉讼利益哦，没有诉讼利益。不，我很惭愧哦，最近大家这几年来都有要认那个亲生父母的亲生爸爸的这种 case， 很奇怪，我在家等着人家来认，为什么没有人来认我？说要确认汉华确认亲子之诉，我告诉他你不用诉，我们两个就到户政事务所登记，我马上就登记，你敢信谁？啊，我都 OK 的，没有人要，因为什么？我太穷了，我太穷了哈，所以没有人要了。我在家等了好久都没有人要来认哦，那些那个 Mr. W 哈，那位因为他太有钱了，所以人家就其实那个小女生是不是他生的？可能，所以他信誓旦旦，他没有想到到法院去，法院不会受理，因为你们不要以为那个去验 DNA， 你们学理工的同学很清楚嘛 ，DNA 绝对没问题嘛。验 DNA 很简单啊，可是法院会不会帮他验？不会验。为什么？因为你主张的人没有诉讼利益。那你问为什么他的妈妈，他那个小女生的妈妈亲自不出来？当然有原因啊，不出来啊。我就不要讲了，我们就不要做演绎了，我连信徒都不要讲了，因为不可以讲哦，讲会被他告，绝对不可以。好，刚刚讲到父。像譬如说我刚才讲到选举诉讼和选举诉讼和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所有的举证的活动攻防都一样，一模一样。所以我就举那一次陈水扁他的某一个政党告他当选无效，还有什么他两个嘛，一个是说他作票嘛。当时刚刚好我在东吴大学的硕语班在上课，刚好上到这举证责任的地方，我就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当时哇全体媒体都讲，还有那有一位姓陈的媒体人，他的节目上他怀疑不下200个，哇讲得火冒红飞。我在那边上课，硕语班都是没有读过法律的大学毕业的，那里面大部分是医师，但有两个是行政院的高官在那边上课，读法律。那边毕业的学生很强，有一位dentist， 他后来考上律师，他要请我吃饭，看到我老师我请你吃饭，我说我没有空，老师我说牙科不错吧？我现在更忙了，我白天做 lawyer， 晚上做 dentist， 他就这样。为什么？他的律师考试资格考取了，他本来就 dentist 嘛，所以他晚上去做 dentist。他说他晚上在楼下，晚上在楼下当牙医，白天在楼上做法律事务所，哎，这赚翻了哈、哦。
那个很不错。那一在上课的时候，刚好我就要解释给他们听。我说各位同学，我讲这个题目，我讲这个内容，可能有些同学会很反感，也不一定，因为大家只有蓝绿，会以为我是绿的。其实我是按照这种推理审理的推理。我说有一位陈小姐，媒体上今天没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计算她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讲了不下200个，甚至有一个议员拿了猪皮用猎枪去射，说要证明他是自导自演，因为一个那么多的问题当中，一个是自导自演嘛，一个是坐票，两个嘛，就两后来国民党就提出两个告诉出来，好。你现在，因为如果是自导自演这个东西的话，影响重大，影响选举这个事实，那法律效果就法院会宣告当选无效嘛？如果坐票，那更不要讲了，对不对？也是当选无效。两个，请问，那当时有没有起诉？还没有起诉。这个还没有起诉，因为这个证据有保全的必要，所以就赶快就。申请保全证据嘛，保全什么证据？票箱都拿过来嘛。当时国民党要求查封票箱嘛，问要法官就问了，那是选举诉讼，选举总统的选罢法的规定，选举诉讼的管辖法院是高等法院，所以高等法院那个杨庭长，他很小心哦，所以他问你主张有几个票箱有问题的。他所有都有问题，好，所有的票箱一收拢起来的话，你知道那个费用是要由主张的人要预缴费用，当然到最后是败诉一照付，算一算不得了，后来就查封了600多箱嘛，也花了上亿啊，也花了上亿，你看在高院的大礼堂这边弄啊，弄个结果没有啊。所以这个诉讼，这个证据保全就结束了，没有了。好，现在回来就说他自导自演。好，你说陈水扁自导自演，哦，对不起哦，我决定不是为陈水扁讲话。我现在公开跟各位讲，我并不很喜欢陈水扁了，不喜欢，真的，我不喜欢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不太喜欢，对不起哦。可能你们的家长也当政治人物不一定，我真的不太喜欢，因为他们好像讲的话都不太一样哦，和我们所表达语义都不太一样。他们讲的东，你去走西就对了。如果他讲东，你往东走，你一定死。他决定不会往东。他说：“起步走，向东走，好走。”你走两步，赶快回头走，因为他也在那边等着，他也要走了。他决定不会往东，所以政治人物不可相信，所以我不喜欢。好，我们再继续讲，不要误解，我决定不是，我现在只是解释那个举证责任。好了，他现在说陈水扁，自导自演，说自导自演，陈水扁只要一句话说没有，对不对？他只要说我没有自导自演，只要一句话就好了。现在你主张他是自导自演，就要证明他自导自演了。请问你要怎么证明？无从证明了，所以这个官司不能打。那自导自演那个东西，完全是内心的东西，真的不好打，那个会输啊。我当时就这样，刚上课的时候就这样解释给他们听，怎么举证，现在他会怎么主张，怎么样的法官会要你证明，证明你就怎么证明，如何证明，到最后是输了。结果那在座里面有两个，不是讲陈政院的高官吗？他是深蓝的，非常忠党爱国，就跑去跟那个系主任林成娥报告状。林成娥马上打电话骂我一顿，说你怎么上课可以谈政治？我说你问同学有没有录音，你听听看，我是在讲政治还是在讲举证责任？骂我一顿。后来我很生气，因为我们读法律人很重要的是什么？所有读法律人，尤其是法官，法官是维护人权为他第一使命。法官内心里面如果有说，你我就是乱判，你可以上诉啊，你怎么会怪我？如果有这样想的法官是畜生。法官是维护人权的，
检察官也维护人权，检察官对被告有利无利不利的证据通一律一并要考虑。所以他我非常生气，因此我就跟他讲，我现在就不教那个课，你侵害我讲学自由。我马上骂他，我说你是留美的，你应该最懂得美式的自由，你为什么这样？所以我就当场就告诉他。后来他人家跟我讲叫家教完了，教完以后我就不再教了，绝不教他们了。我是这个举例来讲，因为那个时候是时事，我告诉他怎么结果，是不是我讲的这样？是啊，他不相信民事诉讼法专家，那个到结果那个只是怎么样，那时候只不过是让蓝营的人消一消气而已，没有什么意义。那个官司不能打，什么能打？真的知道做票，哎，譬如说那个票箱的票数和那个有没有盖章的人数不符合，那就问题来了，那就问题来了，否则的话很难很难哦。所以我们讲到举证非常重要，你官司胜败就看你的证明，你要证明到什么程度？要证明到使法院获得确实的新证，要使法院获得确法官获得确实的新证。什么叫确实？民事诉讼上的来讲，他确实的新证确实到什么程度？80%以上。我们不是讲吗？八九不离十吗？民事诉讼是80%以上。刑事就不一样哦，刑事会涉及到人权、人民的自由的问题哦，生命自由的问题哦，所以刑事不能80%哦，刑事是接近100%哦，是无庸置疑的程度。刑事诉讼应该要到达无庸置疑的程度，所以你们看到常常在报纸上看到法官的判决，你会觉得很荒谬。怎么会那么荒唐？你们听说脱光衣服在盖着棉被层聊天的法官相信吗？相信。为什么？你告人家通奸罪啊，一对狗男女，对不对？一对狗男女在汽车旅馆里面去脱光衣服，在当场被逮到，警察去临检，当场被逮到，盖着棉被脱光衣服，你们两个在干什么？聊天呢、啊、就脱光衣服吞掉纯聊天。到法官去，法官那边说他这个男生的老婆本妻去告妨害家庭，告得成吗？我告诉你，一般来讲告不成。他只要问他老公，你有没有跟他通奸？没有。那你们两个脱光衣服在干什么？纯聊天。法官就必须要相信，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获得确实的新证，两个人脱光衣服在那边也可以纯聊天。对啊，可能啊，只要可能就 OK 啊。这是刑事哦，你要知道刑事和民事不一样，因为刑事我们只有无罪推论，民事不是，民事80%就 OK 了，了解吗？哦，在这里顺便跟各位，因为我今天讲民事的举证责任，所以我必须把刑事的介绍给你们。为什么？怕你们弄错了，怕你们弄，你会想雷老师你讲的乱讲，我打那个官司，尤其女同学最好这辈子不要碰到你老公被你逮到了啊，脱光衣服这么纯聊天，结果法官也相信了，判了无罪。这刑事责任要确实的新证，100%，是已经无庸置疑的程度啊！哦，无庸置疑的程度，哎，他们所得的新证的程度是要那么高。好，没问题哦。我看大家也听得好像蛮有意思的样子哈、哦。这个讲这个东西，大家都很有兴趣哈、哦。好。好，那么现在我们讲到举证责任怎么分配，举证责任怎么分配，我们原则上这是拟制的，原则上我们的拟制不存在，拟制它不存在。譬如说我们法律的规定，我们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种的是规定权利生效的规定，譬如说因故意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之责，
这是发生权力嘛，对不对？有的是使权力消灭的，使别人的权力消债务消灭了。比如说清偿债务，因为清偿就消灭了。那你原告主张要跟人家要钱的时候清偿，那就等于权力消灭的规定。那权力的消灭的规消灭的事实呢，是都是你只不存在。一般来讲，这些东西都不会存在的。既然不会存在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办法证明的话，就表示它不存在嘛。好，譬如说张三告某氏，说他欠我新台币100万，为什么要请他还给我欠款新台币100万？张三说，没来那回事啊，我什么时候欠你跟你借钱？没有。哦，那个张三对李四，李四说没有，我没欠你钱。张三呢，他证明两个人一证一来一往，结果搞法院也搞不清楚了。这个时候推断什么？推断他没有借钱吧？这那是权利依据的事实，他权利依据，他依据法律上规定欠债还钱嘛，对不对？那个权利依据的规定没有了，没有办法真伪不明了，这个时候就推定不存在吧，拟制不存在，不是推定，就拟制它不存在，存在不存在不晓得，法律就拟制它不存在。当然，你说老师这个拟制法律有没有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我们解释上是这样。这个拟制的规定是，我不敢说是我创造的，在台湾大概这个学说只有我在主张，先跟各位说明。但是这样的主张是很容易让人家理解的，我们不必再写那么厚的论文，只要说本来就是拟制它不存在嘛。好，既然拟制不存在的话，那就是债务不存在嘛，就原告败诉嘛。好。其实权利消灭事实也是拟制不存在，譬如说张三告李四，你某年某月某日欠向我借200万，到现在都没有还，你说要还都没有还啊。那李四说，对，我跟你借了200万没有错，可是已经还给你了。张三说，你什么时候还我？乱讲，抗吹搏击，你拿什么还？没有还给我啊。好，现在李四是不是要证明张三的权利消灭？所以这个消灭事实说我还你钱吗？他没有办法证明，没有办法证明，拟制不存在嘛。所以拟制不存在的结果怎么样？他借钱是有啊，你自己承认你有借钱了，对不对？那还钱，你说我还钱，人家说没有啊，所以你就没有还嘛，所以你应该还他钱嘛，就这样。好，那你说，你知道选举一到了，谁最倒霉你知道吗？每一次选举不管是选村长里长也一样，每一次选举谁倒霉？鸡倒霉。还有新竹城隍庙很倒霉，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容许人家拿鸡头那边看，对不对？鸡很倒霉， 要发誓我没有买票啊，不是到城隍庙那边砍鸡头吗？砍鸡头只不过是给法院新政的方法之一，但是法官不能以那个的唯一新政哦，你应该还有其他的证明哦，所以砍鸡头面不能做什么。好，所以我这样说明以后，你们就知道以后减少去杀生，不要杀那个砍鸡头。我虽然不是出家的佛教徒，我应该算是佛教徒，应该我还诵经哦，我还有诵经，但是没有吃素。我并不主张强制吃素啊，我没有这样主张，我和出家师父想法不太一样啊。出家师父都叫鼓励人家吃素，我没有，我是没有，我认为吃素要等到你修到某种程度，有那个悲天悯人哈，悲天悯人，还有那种慈悲心，到不愿意看到猪肉就会不想吃。这个程度自然就不吃了，对不对？所以不必一定要吃素吗？我讲个比较让人家听起来会很反感的例子。牛一辈子都吃素啊，你有没有看过牛成佛的？没有啊，对不对？羊也是吃素啊，他一辈子吃素啊，他没有看过羊成佛啊，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只知道吃素，他不知道佛性是什么。佛性是什么？
佛性在心，在意念。你吃什么不重要，你这个佛性，佛性到某种程度的时候，自然就会吃素。好，顺便先养一下宗教。大家，我对宗教不很偏执哦。我小时候是基督徒，一直到大学，我都参加学生团契。我爸爸是长老教会的。好，我爸爸是长老教会。现在你要叫我讲圣经故事，会讲一讲很多给你们听听啊。好，是雷老师是一个怪人，对宗教信仰没有坚持的哦。好，现在我们讲的，从这边讲到斩鸡头啊，然后讲到宗教，那斩鸡头不能做什么用的哦，不要以为斩鸡头是有用的，不要哦。还有，当你女同学当你的男朋友劈腿的时候，你跟我讲，你跟我讲，他跟你跪讲什么都没有用。唯一的，你要不要原谅他？你还要不要他？你还要，就给他演戏一下。我跟你跪着，我做法事。好好好，你不要跪，起来。他还认为你很慈善，其实你心中有数，你是留校察看。你千万不要以为那是真的，告诉你，不会是真的。好，男人的发誓和女生的眼泪差不多，价值很像哦。对不起，我没有。女同学听到不会感到不舒服吧？应该不会吧？哦，女生都比较爱哭哦。男生喜欢发誓，斩钉截铁，没有。没有，明明刚刚看其他女朋友约会回来，说没有没有，我挖口掐东西，他明明知道掐不会东西啊，对不对？现在人开车的人小心，要赔那么多钱，对不对？好，开玩笑。好，现在我们再讲特别规定。哎，我们法律上一般如果没有特别规定的话，都是拟制不存在；如果有特别规定的话，就拟制它存在。那么我们按照立法的意旨，立法它民事举证责任之所在，谁哪一照当事人负举证责任。那比如说我们民法231条第二项规定，前项债务人在迟延啊，在迟延中，抱歉了，但中不是申，在迟延中以因不可抗力，那个不是故，因不可抗力而生的损害一应负责，这是231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是故，因不可抗力而所生之损害一应负责，但债务人证明重不迟延给付而仍不负发生不负发生损害不免发生损害，不是不负，不免发生者损害者不在此限。好，像这种这231条规定，债务人如果你一旦迟延给付，你比如说你规定这个6月10号要交的货，这6月10号没有交，那你就负迟延责任。那迟延责任呢，是100%，但是你就要负损害赔偿。但是如果你能证明那个纵然你不迟延也会发生这个损害，比如说发生了大地震，发生了大地震，什么都倒垮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能证明这样就可以免负赔偿责任。所以这里要证明哦，不止这样哦。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民法191条以下的这些条文，好，比如说191条怎么规定呢？土地上之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之权利，他人权利之损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负赔偿责任，这个规定了。所谓工作物当然包括房子，有没有走廊，有些人不是很烧包吗，走廊故意铺上最高级的那种地砖，让它滑滑的，下雨一来一滴那个一水一滴就会滑，然后一摔倒脚受伤，脚摔断了，这个是谁？工作物所有人要负责任。这个时候，那么其次我们再接下，但其对设置或保管并无欠缺，或损害非因设置或保管有欠缺，或以防止损害之发生已经相当之注意者，不负不在此限。
你看看，像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要由工作物的所有人要负证明了。证明说，他脚断也不是我的，因为我的东西断的，我的地板滑断的，他本来就断了，到那边滑下去，滑下去有痛一下没错了，但是那脚断不是我的土地，那你要证明了，你要负举证责任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好像他催我赶快下台的样子。好，就像这样，你就要证明了。你要证明那个地板，你的受伤和地板滑没有关系哦，或者是我设置我已经防止了，比如说我已经围上袋子，你自己要闯进去哦。你要证明哦，就是工作设置人，在新竹还好哦，在台中，因为我天天运动的，就是走那个大墩路这样走，走到路哦这边运动，常常会碰到那种走廊，那个走廊哈。嚯，一架比一架的还滑，那个还不止滑，还坎坎坷坷，知道吗？有高有低，那万一一摔倒，那他赔死了哦，会赔死了。这些人都不知道危险性，所以那个走廊千万小心。还有建筑物的设置，不只是地板啊，上面空中的东西，看板掉下来，这都是要负责任的。还有花盆有没有掉下去，那都要。好，刚才我讲的是建筑物，另外有关你们比较切身有关的，就是191条之二，刚才讲的哈，就汽车、机车或其他非依轨道行驶之动力车辆，在使用中加损害于他人者，驾驶人应负赔偿因此所生之损害，但以防止损害之发生已尽相当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所以这就特别规定了，有没有？但那个有没有就规定了，就是说你如果能证明损害之发生已尽了相当的防止责任，刚刚讲到你有预见的义务，同时你有回避危险发生的义务，这两项义务都尽到就不用了。所以这个举证责任是由肇事的人一方要负证明了。所以动力车辆、汽车、机车这些动力车辆，不依轨道的动力车辆，依轨道的另当别论啊。火车，那火车你要去撞它，那没办法啊。想要去试试看火车有多重，它决定比你重啊，所以那个不用试哈。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是比较跟你们有关系的，就是商品。好，商品制造人的责任。好，这是191条之一，商品制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费所致他人之损害，负赔偿责任。但其对商品之生产制造或加工设计并无欠缺，或其损害非因该项欠缺所致，或以防止损害之发生已尽相当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所以商品制造人也要负这样责任。所以你们知道，你们日常用品不用担心，去吃东西也不用担心，万一有问题就找制造人负责。可是对慢性中毒就麻烦了，所以不要听雷老师今天讲的没有关系，尽量吃。我告诉你，那慢性中毒的东西就麻烦了，等到你知道的时候来不及了，他赔你也没什么意义了。所以我没有参加人寿保险，为什么我不参加？因为我参加就我人寿保险一定要等我死了才能领得到嘛，那我死了我花不到那个钱，我就要保，所以我就不保了。所以你们不要去乱吃，因为有些东西是慢性中毒的，要特别小心。好，好，没有关系，那我们再谈就是结论。刚刚讲到举证责任的分配，接下来我们再讲他的，不讲结论的问题。我们讲到举证责任分配到谁，举证责任之所在就败诉之所在。那先接下来我刚才谈到那个真伪不明，你们常常有没有听到自由新政的问题？既然法院可以自由新政，为什么会有真伪不明？
他自由新政啊。我们常常开口闭口有没有法院的自由新政，其实法院能够自由新政部分是哪一个部分？只有对事实认定可以自由新政。现在我先把它切断，对法律的适用是不能自由新政的。譬如说我刚刚讲那个大的大写的 T 有没有，它有没有包含 S， 那个不是你可以自由乱政的，不是你可以自由乱政一把的，那是有法理基础的，你不能乱讲的，好，不能乱讲的，好，那是有法理基础。就好像我们前一阵子不是物价波动吗，我们有一位大官说查叫什么公平会去查某某，我们讲 X 哈 XX 叉叉那一家奶品那个奶粉工厂大涨价去查，如果涨我开罚。还好他不是司法院长，他不是法官，请问你要罚他你依据什么去罚？你依据哪一条法律罚他？老子生产商品我就卖这个价格，要买不买是你的事，对不对？老实讲，我这只手表我要卖20万台币，你能开罚吗？只要有人愿意买，对不对？你也不能开罚，请问依据什么？公平交易法的规定只是联合涨价的行为，是联合耶。什么叫联合？互相串通在一起来哄抬物价。最标准的联合是谁？中油和台塑啊，对不对？他跟着账就不会有罪嘛，对不对？跟着账就不是嘛，那他说跟进嘛，对不对？常常是中油账台塑就跟着账叫跟进，所以不算。我们公平会说他不算是联合垄断嘛。那好了，现在那一家奶粉涨价了，另外一家跟着来也不算了，所以大家一起涨。我们那位大官讲话真的是没有花大脑。你讲要开罚，请问那是给一般老百姓外行人听的爽而已，真的你能罚吗？你依据什么？依照依法呀，没有依法。所以法律那个自由新政这个部分不能乱政一把，这个不能乱政一把。在这边我再说破没关系的，我那么大年纪也不想当官了，我快70岁的老翁啊，也没有关系啊，讲给你们听。那像那种法律不是乱解释的，我们能自由新政的地方只限于刚才讲的事实，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实，有没有的问题。这个事实是不是那个法律所构成要件的包含的问题，那是法的解释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能够上诉第三审的案件，理论上只有法官对 T 有没有包含 S， 法官认定错误了，这个可以，这是法律的解释的问题，所以可以上诉第三审。事实认定的问题原则上是不可以。好，那么老师，那你讲这个部分可以自由新政，对不对？嘿，那个法官就乱政一把，对不对？就乱政一把，明明我就有一个学生骑摩托车在前面走，被后面的车子撞了，被后面车子撞了，后面车子撞他的人有没有？也是摩托车，结果喷出去摔死掉了。我的学生呢被撞了，那是女生，被撞了，她受一点小伤而已。结果你知道吗？她被检察官起诉啊，起诉说过失致人一死啊。我说你跟检察官讲，我后面有没有眼睛呢？我怎么看得到呢？哦，我骑摩托车只负责看前面，不看后面啊。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摩托车走在后，我们有这种两光的法官。结果第二审不是到检察官起诉，结果到地方法院真的判他有罪啊，真的判他有罪。结果怎么样？真的判他有罪啊，伤害罪啊，要他赔多少钱？忘记了，赔20万还多少？忘记了。那个女生跟我讲，我说我也没有办法，碰到这种两光法官，刘俊谁上诉吧？就上诉，没有其他办法。就有这样法官了，你知道骑摩托车有没有？一个骑在女生骑在前面，一个家伙，很快撞到他后面，两个人都摔了。那男的摔死了，后面那个摔死了，前面的没有死，受伤而已。都说他那个前面的有过失，我再怎么想想不通。
他的车子也没有办法，摩托车会倒车吗？不会吗？请问摩托车有倒档吗？你们有没有看过摩托车有倒档的？他也没有倒档啊，对不对？倒档你说他倒档去撞人，也没有啊。哦，那个是认定方法是法的错误。我现在讲自由心证，自由心证认定事实，自由心证。但是我们民事诉讼法222条就规定了，最后一项规定法院他认定事实，我们第一项规定法院可以全辩论意志以及证据调查结果自由心证来认定事实。可是最后一项怎么规定？法官在认定事实后不能违背论理及经验法则，不能违背论理及经验法则。所以法官的认定事实如果违背论理及经验法则的话，这是违法。为什么？违背民事诉讼法222条规定，违背论理及经验法则。所以论理及经验法则，譬如说那个电源通通切掉了，结果有人被电线弄倒下去受伤了，你法官说那都是你的电线通电的关系，所以使他是这个跌倒，那就不对了。人家电线早就关掉了，电源早就关掉了，哦，所以那是违背了论理法则，有的是违背经验法则。我再举个例子跟各位讲，哎，曾经有一个被人家诬告强奸的，被人家诬告强奸的案件，在第一审的时候判他强奸罪，以前叫强奸罪，现在不是妨害性自主罪，以前叫强奸罪，2年半有期徒刑。那个男生，结果那个男生呢，就到台北大学法服社来，我就问他，因为我看真的性侵还是假的，要问清楚啊，问他是不是真的，真的冤枉了，教他怎么样去上诉。我问他前后，问完以后，我说你就这样到第二审法院跟法官讲就好了。那我讲开庭的时候的记录，就第二审法官开庭的记录讲给你们听，这样你就知道什么叫违背经验法则。那个法官就问被告，这个被害人说你强奸他有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这回事，我绝对没有强奸他。那请法官你问他，我什么时候强奸他？是白天还是晚上？我说是白天。什么时候？中午。中午那个路上马路上人来人往，怎么强奸？那个被害人怎么讲？在水沟里面强奸。水沟里面有没有水？水沟有水。好，那水沟是不是人家看到？他说上面有丝瓜棚遮住，所以可以在里面强奸。问他，那水沟水有多深？水沟水到膝盖。水沟水到膝盖，在水沟里面怎么强奸？人也不是那个海豚，怎么可能在里面强奸？他说里面有石头，石头有多大？我看到笔录上是笔，大概书记官写约30立方平方。平方30公分，平方公分。结果法官就判这个无罪。为什么？那依照经验法则是不可能的，膝盖深的水里面有一个石头30公分，这样去强奸人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那是，所以第一审法官的判决是违背了经验法则。所以法官在认定事实不是可以随便自由心证乱证一把，不是的。还有自由心证对解释法律不可以自由心证，那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好，哦，还有认定事实，它不能够违背论理及经验法则。什么叫论理？当然的事理啊，当然的事理啊。那个也没有下雨，没有什么，地上怎么一大片湿的？当然是有人浇水嘛，对不对？一定是有人浇水啊，要不然怎么会湿的？是不是？好，你说这个人他没有人打手，为什么会断？所以他手断一定是被人家打的，因此他保险事故发生。妈呀，不一定哦，手断有时候自己打的哦。
哦，有时候是叫是别人打没有错，是自己叫别人故意打的。为什么要领保险费啊？所以那个都有可能，经验法则上、论理法则上都有可能。好，所以我们讲认定事实，这样讲到那个自由心证所认定的对象是事实，但是自由心证认定事实，固然是依照全辩论意志及经验法则。什么叫全辩论意志？就在言辞辩论当中所显现的所有一切都是全辩论意志，包括当事人回答的态度、样子什么，这些都是，这是全辩论意志。还有证明、证据、调查证据的结果，就是在言辞辩论的时候把证据拿出来看当事人对他怎么讲，调查证据的结果，全辩论意志来判定事实，依照自由心证来判定事实。可是你那个自由心证是不能违背论理及经验法则，是不能乱证一把的。所以今天我从民事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开始讲到法律的构造，法律构造那个法官在判断的大前提就是法官造法，他一定要按照那个来判定事实真伪。当事实有没有很容易，问题是真伪不明怎么办，就是依照举证责任的分配方法。所以举证责任分配通常在法律条文上如果没有明文规定的话都是拟制不存在的，那规定的话就拟制存在。好，如果譬如说那工作设置人，我们是设置你只要人家因为这样跌倒就推定就是你有责任嘛，拟制你有责任嘛。如果你不能拿出证明说不是你干的，那你就要负正责任了。好，从这里我们再谈到这个认定事实，既然法院可以自由心证，怎么会真伪不明？因为你认定事实依照全民辩论意志及证据调查的结果来认定自由心证认定，可是你的自由心证不可以违背论理及经验法则。这样简单的这样过来，我想大概会有印象吧。哎，我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发问，我是希望会很踊跃的来问问题，来探讨问题。谢谢。好，我留下时间给你们发问。好，我们首先以热烈掌声，那谢谢雷教授对我们这场演讲，谢谢。好，谢谢。好，那个针对刚雷教授提到，其实因为我等一下作业你们后来看到，因为我们的交大好像新阶段应该有最少五六千辆摩托车，那骑摩托车是很常态的，所以同学题目也就有这么一题啦。我想如果你真的有碰到一些相关交通事故，因为这涉及很多民事的，你可以提出来请问雷教授。其实有一些是讲难听是打预防针啦，你是不是未来会不会碰到，当然最好是不要碰到啦，那碰到你如何来做一个判断，比如说刚雷教授提到你所有交通事故发生一定要有警察来处理，不能私下解决，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有没有？甚至现阶段你应该很清楚，比如说你骑摩托车去载一个好朋友好同学，将来发生事情你本身也有责任，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些法律的一个，来，是不是你要问是不是没有啊？另外其实我们交大科发所是蛮有名的，那现阶段很多大学成立科学法律有关科技法律整合也好，法律研究所也好，我们交大成立科发所，因为只要报考学生都来自于台大这些很有名法律系，那因为我们交大在说今天很清楚这些，比如大家聊台积电啊什么，这些其实很多这种知识产权一处理那赔偿这些都不是所谓的少数数目可以解，最少以亿为单位，所以今天很多大公司很多都有法律，不止法律顾问是法律师来处理。那同学当然以我们交大同学，其实我想
我们法律是比较欠缺，尤其我们在通识中心当然开法律课程比较少，那我当然希望说这些其实也可以走一条路线，其实也有老大大女儿来讲，她是我们学校生科毕业的，后来她到二年级她对做实验好像没有多大兴趣，所以到三年级就开始修，当时已经有科法所去修法律的一些课程，那后来新阶段后来去考台大那科法所，那台大科法所他录取是完全不学法律的，不学法律的。那我们交大的科法所是有一部分，有一半是法律，有一半不是法律的。那你比如说，因为你像不是法律的，你进来你就不用修法律课程。那你不是法律课程，像我女儿去读台大科法所进去，全部就要修法律课程。那甚至有医生刚提到的意思说有牙医也去考，的确是如此。那各位很清楚，今天你因为法律这些将来，包括雷教授其实也提到，他是我后来聊聊，因为2008年我女儿考上律师，应该是他出了题目，出了题目，他其实我还是蛮感谢他，其实他也不晓得。那的确你怎么去训练，你将来还是要拿到那个执照，那就是律师资格。那的确律师资格事实上，那虽然现在已经跟医生啊这几个执照当然没有想象那么热门，那因为人太多，但是我是觉得同学还是有所谓另外一条，如果你觉得这方面，你其实去读个医当个医生，读个成为律师当个医生，其实对你对你家人其实很多都可以帮得上忙。那这是也其实也蛮多同学来问我这些，因为他也如果有课堂上谈到，他也能问我是到底怎么。我想如果你觉得练起来法律东西练起来还 OK， 其实也可以走这条道路。没有其他意见吗？啊，好，第一个，谢谢。哎，教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遇到刚刚您说的那种很明显没有不正观，不正，就是说不太正常的那种判决的话，那我们有什么途径可以来讨回这个公道？对，因为他们可能有其他的，有请律师啊，有请权威更强的，那我们这边如果没有的话，要怎么办？谢谢。谢谢。如果我们看到那个判决，这个判决你觉得很不合理，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建议你们，现在台大还有台北大学的法服社，还有我们侨光法服社，还好啦，这台大还有台北大学的法服社都免费为你们一般民众解答问题，那你可以把这个判决书拿去问请教他们。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那么你觉得这个问题，这个法服社给你的答案，法服社给你的答案，你们不要以为那法服社是同学哈。像台大法服社是邱连功，以前邱连功教授指导的。台北大学法服社，我在台北的时候，我在那边的时候是我来指导的。现在是谁？不管是谁指导，他们都是法官、律师的舍友回去做解答的，他们都和一般法官比较不一样，都急功好义的，所以你可以问他，他给你的答案你觉得很 OK， 这个时候你再选择请律师，千万这么复杂的东西不要自己去，你请律师去，请律师去，这样的话就能够确保你的权益，尤其是很严重的时候，像我刚才举的例子，那个强奸。那个年轻人就被毁掉了，他为什么会诬告他强奸？他和那个女生毫无关系啊，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两家有嫌恶。那个女生是智商不到80%的，不到80分的智商，所以他的父母亲法定代理人又硬诬告他强奸。强奸罪是很重的，尤其现在更重，所以那个特别要小心，特别小心哦。交女朋友找对象啊，特别小心，交女朋友
那碰到这种神经病的哦，是上脑筋的，你被他搞强奸，法官都会相信哦。法官为什么相信？尤其现在女法官很多，她就将心比心哦。她既然敢说，我们有一句成语，有一句法界常常喜欢用的古老话：贞操乃是女人的第二生命。女人既然敢站出来说她被强奸，一定是有她事。还有些检察官更烂，他为什么不说我强奸，说你强奸？还有这种检察官，因为侦查不公开啊，在里面就讲这种话，所以特别小心哦，不要去沾到无妄之灾。好，刚才讲到还有，还有为了鼓励你们，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认识的读法律的。他的年薪哦，不要讲哪一个公司的，应该是鸿海旗下的公司，也是上市的。他的法务长，今年大概就43岁吧。他的年薪多少？1500万 NT， 1500万，还不包括分股票，还不包括1500万。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想他挖他到乔光，我想挖他到乔光，乔光就缺这样的老师，就是商标专利的，所以我想挖，稍微探听他下他赚多少钱。嚯，一年1500万，乔光怎么请得起？乔光请不起。所以跟你们讲，读理工的同学去转读法律有什么好处？因为你懂得把理工的语言变成法律语言，把理工的语言变法律语言。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因为我曾经在台大开法医学的课，开法医学的，你知道我在弄证据的哦。我曾经在里面开法医学的课，和很多老师一起开。那个开法医学的课很重要一点，医师譬如说他会讲。这个有80%的 miss， 或者60%的 miss， 这它翻成法律语言究竟有没有过失，并不代表60%的 miss 不是有过失，也不代表完全没有过失。你要怎么样把那一个翻成法律语言说有没有过失？我们不是常常讲那个医师的过失吗？哦，所以，我在鼓励你们可以去，有人去读理工完了以后去读法律，还有尤其是理学院的。刚才我讲的这些逻辑推演不是你们理学院的专长吗？对不对？你可以把那一种的法院获得新政应该得到的，我今天是浅谈而已，实际上它还有一定的公式。那个公司你研究的越清楚，你可以替法官告诉他不是这样子的，那么不能那么草率，心底的判断历程不是这么样的，你可以告诉他。好，刚才讲到，如果碰到不平的，你第一个寻找，因为你外行，你看到愤愤不平，好，没有关系，你去找内行人，不要欠的。一个是台北大学法服社，台北大学法务社是，一个星期大概服务5天吧，6天。如果是台大法务社的话，是礼拜六下午，你可以打电话去问就可以了。他这两个法务社很准，啊，你问他，他们都知道，他们几乎都是毕业的学长回去帮忙，所以你问他们都很准。对不起，可能也有其他学校也有法务社。那我知道的是这两家，还有3家，第三家就乔光，乔光就直接就找到我了。哦，你问法务社学生一定，乔光学生没那么精明，不像台北大学还有台大这么精明，乔光的学生比较乖，没那么精明，所以他一定马上就找老师，马上找老师就会碰到我，告诉你，可以研究，好，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上诉，上诉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再上诉到最高法院，就是这样子。甚至我们可以给你判例看看。好，不知道其他同学还有没有问题？
不用客气哈、哦。还有没有？谢谢。雷教授你好，就是我之前在网络上有看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人那个就是车祸了嘛，但是他们就是私下和解，然后就这样走了之后，就发现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反而被告肇事逃逸。那我想说，因为这个其实解决方法就是在当时一定要找警察来嘛。那我想说，如果说就是我们没有找警察来，然后最后发生这种被人家告的事情，那该如何解决呢？哦，好，哎，所以我刚才强调一定要找警察来，如果没有找警察来，就会找到很多的麻烦，起码你要跑法院跑好几趟，这也没有关系。如果你们已经和解了，有和解一定有和解的书面，你有了和解书面，就可以跟检察官讲，我没有肇事逃逸，我们已经和解了，已经谈好了，就是这个东西。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就你们已经和解了，已经和解了。检察官原则上，因为只要是轻伤，轻伤就是告诉乃论。好，他说要告，也就违背了诚信原则嘛。你已经和解了，还要告人，没有道理啊。哎，所以最重要那个和解。反过来讲哦，一旦发生肇事，一旦发生车祸的时候，有些警察他就会叫你赶快和解。来，把那个和解书他印好的，你知道吗？警察就在那包包里面叫你签，你真的签了？你签了就完了，不能签了。你自己伤得怎么样都不知道，你怎么跟人家签呢？你伤得怎么样要多少钱你都搞不清楚啊，你怎么可以签？不要签。等到，因为你们到底年轻哦，虽然你们已经很懂事很聪明了，但是涉世未深，还是等你爸爸妈妈来商量一下再讲。不要马上就签。你刚才讲到，我还讲了更扯的例子，也是人家问的，就是一部车子比较烂，一部车子比较好的车子，好的车子从后面追撞他，他在停红灯嘛，停红灯要撞他，撞了以后他就下来看，他前面的车子还赶时间，有点赶时间下来看，反正他的车子很烂，还看他的保险杠，就是这么回事嘛，反正就烂烂的，问他怎么样？我说是我不用理赔了。他就前面讲不用理赔，我们这样算好不好？好，就车子开走。我告诉你，他就被告肇事逃逸。前面车子人被告，被后面车子告他肇事逃逸，来问我怎么办？我说嗨啊，不简单。你请问你那个保险杠有没有修？啊，没有修。拍照没有拍照了。就留着，不要弄，喷漆都不要喷，你前那个车子弄好，赶快，就叫警察来看，这样子，照相照好，证明是这么回事，然后检察官很麻烦啦、啊，检察官一定找你去啊，不是警察、啊，是检察官啦、啊，找你去啊，然后去你就跟他讲啊，是他撞我，不是我撞他，我哪有肇事，是他肇事，不是我肇事啊，就好了，应该没事，应该没事，所以特别小心。发生的事故一定要找警察，那警察会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你还是在旁边陪笑让他弄嘛。还有被撞了没有那么痛，要就很痛，要不然警察就不会紧张，他说哎呀一岁啊你还哎乖乖就好了，就这样啊，不是没有这种警察，你们碰到以后你就知道了、包括我这内行人都会碰到这种警察，我就笑一笑笑一笑，你照规矩做就好了。哦，对哦，会有这些事情。哦，跟你们讲赚钱的机会，那个家伙年薪1500万，有没有诱惑力？有。告诉你，读法律要读什么？像你们读科技法律是什么？专利商标。有没有苹果 Apple 有没有？不是告我们哪一家公司，我们哪家公司告人家有没有？那一讲都是庞大数字。你知道美国律师算钱怎么算的？从早上起床醒过来想的案子开始算起，一个小时多少钱？知道吗？想到晚上睡觉不想了一直，这样计算计费，很好赚。所以每一个大公司、科技公司决定养了很多，尤其你们读理工的人。读商管也是需要，为什么现在的检察官最糟糕的是不会查账，他看账看不懂，账看不懂
啊，所以很糟糕。我是很感谢我以前当军法官的时候，那些老军法官都推给我机会去验尸，所以我对法医学还有一点点心得。啊，以前当预备军官的时候，老鸟欺负菜鸟，我常常去验尸。我们以前某一个高官不是讲嘛，哪里不死人？真的啊，那以前那个部队演习时候死人啊，死人就我要出门去验尸啊，验尸啊，看了验了，就看怎么死的啊，要注意。那么以前老师教的学习啊，慢慢学啊，哦，真的是这样，哦，就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你们去读科技法律哈，是很有前途 ，money， 哦，这哎真的很好。很好很好，就应该要往这方面发展，为了钱哦。好，各位还有没有问题？不要客气哦，你们今天听得不懂的可以给我 mail 或是给我书信，我会回你们。只要真的是法律问题，今天讲的内容不够，我再补充上去都可以，因为你们不用担心会为难我，这是我的专长，而且我非常乐意把这东西传递给人家，谢谢大家。谢谢。李教授你好，就是您刚刚提到那个动力车辆驾驶人是有要负举证责任吗？动力车辆的驾驶人要负举证责任？对啊，你要证明什么？证明我尽到防止的义务，我已经尽了，还难免发生啊。我是要请问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些人会故意来撞你的车，然后就找你要钱，这样子要你要怎么举证才可以？哦，他撞你的车，谁要钱，你就在等着，马上大家都有手机吗？就报案吗？就叫警察来啊？那是谁撞谁，一看就清楚嘛。像我的车子常常被侨光的学生撞我来，撞我前面的前轮嘛。他们要竞速要快啊。红灯有没有？绿灯一亮，咣就撞。他们都选择我的前面的慢吧和那个前轮都撞了，那我马上就刹车嘛。喂，不要走，是吧？哪一个、啊？哪一个学校的？小光的。我是谁？刘老师。走，就这样。我常常被撞啊，那就叫警察。我不要他赔啊，我不要他赔啊，所以他撞我的前轮。但是人家来撞你，不管撞你哪里，你怕人家这样就停下来。绝对要停下来，你不用担心有多少人帮你，你不要给后心，哎，车子自动移开，千万不要，移开就你有问题来了，哎，在高速公路上面也一样，你马上一发生问题，如果是四轮的，赶快把那个三角板有没有摆在50公尺，摆在那边，等警察来，你没有摆出去，警察来开罚单给你哦。哦，马上开罚单了。警察决定不是吃素的，哦，他是吃荤的，啊、嗯，警察吃荤的，所以你就马上摆了，摆好等警察来，警察来做笔录一量，一看就知道谁是过失是谁，一看就知道了，一看就知道，你不用担心会弄错，绝对不会。他那个是行人哎、欸，然后故意被你的车弄伤。哦，行人也没有关系，行人也没有关系。行人也一样，都可以量得到，看撞哪里。因为你被你的车子撞到的话，你车子一定有痕迹嘛，一定有痕迹，那个痕迹很重要，一定有那痕迹。所以车子一肇事的话，决定不要去移动任何的地方都不要，因为它撞到一定有痕迹，你知道吗？两个车子碰撞的时候很重要，我要知道撞击点在哪里，很简单，看它的落土。因为引擎底下一定有尘埃，咚一撞那个就掉下去了，那是有油渍的，和马路的土不一样，一看就知道是撞击点。然后看你的刹车痕，就知道你的时速多少，一下就知道了。然后研判一下就看出来了，注意哦，一定要保留原状哦，不要擦都不要哦，知道吗？撞的，我要看看有没有擦伤，擦拿东西来擦灰尘，确定不要。使不得，使不得，连擦都不要擦。哦，各位老师注意哦，那个擦都不能擦，因为你的车子上面一定有灰尘。哪里有？我常常打蜡打得干净，你一出去开出去就有灰尘了。
就站在上面，因为静电嘛，我留在上面，所以就看那个东西。好，还有没有问题？我们吴中修吴老师好像蛮多交通事故鉴定，他在我们通识课程里面开有关好像交通事故的一门课，也应该蛮多同学去修的。其实有去修这些课，其实也是对你一个保护了。好，有没有？当然，时间的差距不多了。我想我们今天。还是再度感谢雷教授对我们这场精彩的演讲，谢谢他，谢谢。